阅是生活的凉拌，它管通古今，遍及虚空，包括万物。它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能调和身心，怡情养性，并具有导正人心与天地共生息的良能。说话也是音乐，如果一个人说话很得体，很尊重，很柔软，你自然你的耳朵选择去听。可是音乐的力量就是怎么样呢？它让你在很自由自在的状况之下朗朗的上口。师父师父不用操心，如来家业我分担。那你也忘记了，其实你也是在做口说好话，那你的念也是在做好的事情。疫情期间，吉兰丹慈济志工用心结合当地音乐人，将慈济歌曲翻译及翻唱成马来文版本。吉兰丹马来语族占96%，那我们想到说，如果采用马来歌，让语族同胞更加的明白我们所要传递的信息。美丽晨曦啊，它主要就是一首以感恩、感激、阳光、陪伴，然后希望，它的意思是在于这些字眼里面，然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感激前线人员的付出，还有体会他们的疲惫，希望透过这首歌曲，希望世界能够为世界带来更多正面的力量。音乐充满力量，能在人生遭遇困境时让人重新振作，从容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幻无常。而民间佛乐的创作是为了让佛教音乐更容易让大众接受，与现代人产生共鸣。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正言法师的理念就是把佛教音乐生活化及家庭化，更贴近现代人的慈济音乐由此而生。慈济有小朋友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也有以时下流行歌曲的曲调来创作的歌曲。听你的笑声，歌手演唱带动流行，细细品味着歌词传送的宗旨都是佛教精神。会付出只为众生，无忧无求托宽家之人生。无量易经结合手语、音乐、戏剧，将艰涩的佛典以浅显切合现代社会的生态表达出来，在各地办公演，也触动了好多观众的心。更贴近现代人的音乐形式，慈济歌曲将佛教精神融入在音乐里，走进大众的生活，融入家庭、社会，遍布世界各地。Whoa.
出生于就是修西洋美声，我也是音乐舞台剧表演者，还有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声乐老师。在槟城生长的陈素萱有着北马小邓丽君的称号。音乐是我的生命，音乐更是我的支柱，生活上的支柱。音乐让我走到不同的国度，让我结下无数的缘，好，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让我在我的人生的剧本里边写了很精彩的每一个 chapter。 歌唱天赋也牵引他走向行善的道路，16岁那一年开始在慈济合唱团教唱，小小年纪就成了慈济志工口中拥有好口碑的小老师。慈济歌曲啊，我喜欢是因为我的师父也可以让我修到身口意一致，好，就是你的身体是在做着口说好话。慈济不是随便写歌，那慈济歌更是一部经藏。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才写的，才谱成曲。上人跟音把佛法，好，就是我们的经典，或者是妙法莲华经也好，无量义经，都可以把它抽出来精髓来去谱曲。有些人不喜欢诵经，哈，可是你以这样子的形式的话，大家可以接受。如何能够让善念能够战胜恶念？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努力的地方。慈济歌选资料库里有约500首歌曲，其中一些动人歌曲也是为了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而创作，还能够突破国界和语言的界限，成为全球传唱的经典。就是调伏人心，可以净化人心。那希望说也让受灾者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人间还是有爱。我觉得越多人来去唱慈济歌，来翻唱慈济歌也好，来运用在学校，运用在社会里边某一个角落，多一点点人来唱，无论是什么语文，只要是可以安抚人心，只要是可以温暖，只要是爱，很好，要更多人来做。2021年，新冠疫情仍然持续不断，很多活动都无法如常进行，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作息。吉兰丹慈济志工除了进行医疗援助、推素，以用心结合当地社区音乐人，邀请他们给予协助，发挥良能，将两首慈济歌曲《我在因为你的爱》及《美丽晨曦》翻译成马来文版本。这次为这个疫情所做的一些活动，对医疗的援助，我觉得是可以把它广传到这些马来同胞们，让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爱。吉兰丹马来语族占96%，那我们想到说，如果采用马来歌，让语族同胞更加的明白我们所要传递的信息。每一次的慈济歌曲改编，慈济志工都会接引不同领域的友族同胞一同参与，希望透过音乐向社区扩散爱与善的力量。
dengan cara dia menolong orang dengan tak mengira bangsa agama. Jadi saya ada rasa ingin dekatlah dengan sukarelawan-sukarelawati Suci. Memandangkan kita pun frontliner, kita cuba untuk tengok lirik tu dan mula rasa sedih terdetik di hatilah. Satu perkataan demi perkataan yang meluahkan rasa menjadi seorang frontliner yang terpaksa tinggal family untuk menjaga masyarakat lah. So macam dekat di hati.慈济之工王康伟每一次提出想要把慈济歌曲翻唱成马来文版本，他的音乐人朋友总是义不容辞。我在听华语版本跟马来文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莫名的感动。美丽晨曦啊，它主要就是一首以感恩、感激、阳光、陪伴，然后希望，然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感激前线人员的付出，还有体会他们的疲惫，希望透过这首歌曲，希望世界能够为世界带来更多正面的力量。2021年12月，马来西亚半岛经历一场大水灾，吉兰丹慈济志工曾玉石感同身受，回忆起2014年马来西亚东海岸发生大水灾，赈灾的情形顿时涌上心头，让他萌生将慈济歌曲《人间有爱》翻译成马来文的想法。其实我本身很喜欢《人间有爱》的歌词，翻唱《人间有爱》这首歌的初衷，原本是想纪念2014年12月24日吉兰丹大水灾的7周年。然而，因缘不可思议，在这个时候，我们又遇到比上一回更大的水灾，全马慈济人的心就像歌词所写的“装满爱，风再大不飘摇”，就觉得这首歌的意义在此时此刻非常贴切，把这首歌献给全马慈济志工，感谢大家在这个时候把肩膀借给别人依靠，因为我们相信人间有爱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村民们将心中的感动、慈济志工当年的援助和关怀唱进歌曲里。Saya tanya ini, tahu pun sedih lah masa dengar lagu tu kan, memang lah kaki boleh kita seluruh dunia tahu kan keadaan ini. Enak kalau apa ni, kalau saya kita di bandar kalau Kuala Selangor kan, terus sangat banjir. Jadi sesama lah kita, sesama doa lah.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灾难的时期，我仍然可以看到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那就是不同信仰和种族之间的爱。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不同，但爱是共同语言，慈济歌曲也是心中有大爱的人们内在的共鸣之声。庄祖志今年74岁，太太在几年前往生，儿女都定居国外，目前过着独居生活。当然了，烦恼是避免不了了，哦，有点烦恼，特别是我单身啊，要出去吃的时候啦，哦，处理一点小
一些些烦恼啦，其他不会多了。学佛你会知道哦，五蕴皆空哦，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生老病死都是自然法则。庄祖智是虔诚佛教徒，长达20多年在佛教道场当义工，太太则是一名精进的慈济志工。我师姐跟老师肖老师学佛琴，这是慈济歌曲，但是也从中得到那种法益，哦，那种启发性，所以他很开朗的一直。他的那种面对那个，他因为有去访视，哦，特别是那些癌症什么，他知道他说胰脏癌的时候，他说哎呦，但是他也很坦然的接受，他没有说怨这个。亲眼见证太太清安自在面对病苦，直到安详往生。他退休之后开始成为慈济见习志工，每个星期三由陈素轩导读的品书会，他一定准时上线。因为我的工作20多年来都是得到处跑，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疫情，我可以待在家，可以跟家人在一起。那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见证了人生无常。好，那你会看到我这个发型，今年呢，尤其是今年，因为45岁，然后跟家人沟通之下，让家人有了这一份祝福，那我才有了这个行动，那就是落发这个动作，就是祝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将来我将会爱很多人的人都平安健康，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个单纯的心愿。菩萨们，大家早上好。嘿，来把视频打开哦，来，见一见面也很好。来，请把视频打开。2016年，慈济人文出版社推出《慈济歌曲50年》，也牵起了一份姻缘。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为了感谢早期志工为慈济的付出，让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增添色彩。每月举办一次慈济歌曲50年读书会，陈素轩从那时候开始接下任务，承担以歌传法的导读者角色。在这本书里边，它好非常有智慧的一本书。怎么说？它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故事。好，那故事是真实的，好，也有历史的记载，几年。什么时候为什么有这首歌。好，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去了解当初的客难是怎么而来。好，所以呢，这本书又环保，一本书可以听大概三百首歌在里边，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好，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品书的时候，大家都很法喜，他们很多都是资深的菩萨，好，因为60岁以上都是资深的菩萨，早期马来西亚资深的菩萨，他们认识慈济的时候我还不在。好，所以当那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很多的回忆回来，那我就请他们分享。我觉得这是慈济的传承。有这个因缘跟老师啊来探讨啊，探讨。除了唱歌之外啊，我们来探讨佛法啊。所以啊，非常非常感恩焦老师啊。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的慈济50读书会哈，慈济歌曲50读书会。明晨想说跟菩萨们复习哈，因为我们都读了差不多到100多页。慈济歌曲50年读书会曾经因为疫情停办，
后来改以线上品书会的方式进行，每个星期三大家都很期待可以跟陈素轩以聊天唱歌的方式让佛法入心。感恩老师，我早上到现在我都变到精神去了。好、哦、老师的歌啊，本来我是要睡觉的。所以你有歌要练了，你有六首歌要练。所以在那一个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大家都很发喜，很开心、哦、开心在哪里？心打开，无挂碍，真正的去了解这首歌，了解后面的意义。所以如果一个有德妙音，就是有德的音乐、嗯、歌词是可以净化人心，可以口说好话，然后又可以调伏人心，又可以帮人转念，原本我很失落，哎，可是我现在啊很积极，我可以了哈，那就是一首好歌。所以呢，当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词的含义是什么。美在以事无争，以事无争则事安。博大爱，拉长裙，传古为根。庄祖之念的是他很喜欢的一首词记歌《美》的歌词。参加词记歌曲五十年读书会，让他更了解歌词的意涵。晚年生活有好歌相伴，犹如知己在旁。所以我曾欣赏这首歌，因为会带动我。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思维。所以这个美不是物质上美，就是美在那个含义。所以真的是上人的智慧。对他来说，把握每个当下，练习把佛法落实生活，就是美。王宝藏需要，然后或者那你必须要，啊，是持续的，那可以付出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尽量去做，啊，而不去计较说啊，我们得到什么。我们能付出就是了，可以有机会去付出，我时常想那个就是最幸福的。此季歌曲文词简短，音律简单，美妙祥和的韵律带动出简易通俗的文字，容易朗朗上口。此时疫情严峻，人心惶惶不安，日日歌颂几首好歌并与他人分享心得，也能舒缓心灵的压抑和紧张，把人心导往善的方向。随在